的人到底是谁？好了，开玩笑，这首歌你会唱的，好不好？安排一首学猫叫。OK， 那呢，最后首歌《血压心》，我们在场的朋友们一首学猫叫。那先是为您听完今天的歌唱节目，再次特别感谢我们在场的朋友，一起喵喵喵。我想你比我更知道，你就是我的女主角。有时我懒得像只猫，脾气不好时又跳摇着，你总是温柔的，能把我的心融化掉。我想要做你的小猫猫，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打猫猫。